孔胜大哥，你这伤可是楚枫他们所为。孔征走到孔胜近前，对孔胜问道。并不是，是那个怪物弄的，不过那怪物也并非有意为之，是我大意了。孔胜说道。怪物？听得此话，那位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将目光投向了那滚滚翻腾的潭水方向。忽然他身形一动，衣衫飘动之间，竟然直接掠入了那方涟漪滚滚的潭水之中。不愧是真仙。见此一幕，楚风也是目光一动，那乃是爆炸的中心，尽管爆炸已经结束，可是肆虐在其中的涟漪依然很是恐怖，楚风等人根本不敢靠近。可是那位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却是那凶猛而霸道的能量涟漪为无物。楚风，你不是很狂吗？怎么现在不说话了？还有你这个臭婆娘，你不是不把我孔氏天族放在眼中吗？你不是看不起天级血脉吗？我看你现在怎么不神气了。孔征来到楚风等人近前，被楚风等人指手画脚，充分的展现出了什么叫做狗仗人势。呸！然而就在这时，赵红竟对着那孔征吐了一口口水，一切来得太过突然，那孔征更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赵红还敢向他吐口水，猝不及防之下，这道口水直接落在了孔征的脸上。你这臭婆娘，我打死你。孔征勃然大怒，胳膊抡圆，一个大耳光子便向赵红的脸颊抽来。可忽然之间，一道威压横扫而来，只见那孔征哎呦一声便连连翻滚，被吹到了距离楚风等人的数千米之外。此刻莫说孔征，就连楚风等人也是面露惊讶之色，因为那威压来自楚风身后，是孔氏天族的人动的手。你们疯了？不对付他们打我干嘛？孔征爬起身来，愤怒不已的他竟对那些他的前辈们出言不逊。孔征，休得无礼。然而就在这时，那位真仙强者已然自潭水之中飞掠而出，站在了先前所立之处。太上长老大人，并非晚辈无礼，真的是那些前辈欺负我，那臭婆娘欺负我，他们不帮我也就罢了，竟然还帮那臭婆娘，我真是孔征半跪于的，一脸委屈的说道。孔征，我的意思是不许你对楚风小友他们无礼。这位太上长老说道。哇，听得此话，孔征顿时身体一颤，随后目瞪口呆，那个表情就跟被雷劈了一样，彻底懵逼了。什么情况啊？他请这些前辈来此不就是为了收拾楚风他们吗？怎么现在这些前辈不帮他出气，反而教训起他来了？三位小友，老夫名为孔顺莲，来孔氏天族太上长老，深知你们之前与我孔氏天族发生了一些误会，在这里老夫代表孔氏天族向三位小友赔个不是，还望三位小友不要挂记于心才是。那孔顺莲说话间竟对着楚风三人鞠了一躬。太上长老大人，您这是孔胜与孔征两兄弟彻底傻眼了，这孔胜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啊，在孔氏天族之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他的辈分，哪怕孔氏天族的族长对其也要恭敬三分，什么时候看到过这位大人物向人施礼？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还是三个小辈，你们两个闭嘴，常年在外闲晃，怕是还不知道楚风三人的事迹。同位小辈，你们与他们三个简直差了十万八千里。就在这时，一道传音映入了孔胜与孔征的耳帘，那是孔氏天族的一位长老，之前对孔征出手的也正是他。长老大人，我们孔胜与孔征皆是有些不知所措，对于楚风的事情他们并非没有耳闻，相反他们听到过不少，可是单凭楚风之前做的事，恐怕还不至于让这位长老将他们两个对比的一无是处才是，更不至于让他们那至高无上的太上长老向楚风三人道歉失礼。孔胜与孔征虽然有些鲁莽，但皆是不蠢，此刻的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似乎有一些事他们还不清楚。随后那位暗中传音的长老便将八荒乱坟岗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孔胜与孔征二人，而得知楚风、赵红、王强三人竟然在八荒乱坟岗那众多强者汇集的地方，在那些大人物的眼皮底下夺得了凯红大师的传承，甚至还在魂婴宗的手中解救了众位大人物之后，孔胜与孔征当真是脑袋一片空白，根本不敢相信这一切。然而在看着那位太上长老大人被楚风三人客气的模样，他们却又不信也不行了，倘若不是楚风三人真的做到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又怎会让他们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向楚风三人道歉？然而正是因为开始相信了，他们反而有些后怕了。如果说之前他们还不明白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对手，那么此刻他们已经明白了，这位前辈严重了，当初的确是有些误会，不过也只是误会而已，我们并不会放在心上。楚风见对方并无恶意，心中已是颇感意外，而以对方的身份却还向楚风他们三个小辈施礼道谢，这份重量楚风若不接受，那也未免太不识抬举了。不过楚风却很关心那泥人怪物的安危，于是问道，只是前辈，我想问你，先前进入那潭水之中可曾发现那怪物的踪影？我先前进入池中查探，那里面曾有着极强的大阵，不过那阵法已经被毁，我也无法分辨出那阵法究竟是什么级别的界灵师所布。至于所谓怪物，我只是感受到了一些气息，但那气息散乱，怕是多半已死。孔顺莲说道。死了吗？得知此事，楚风的心中竟有些伤感。其实我还想问问楚风小友，那怪物是怎么死的？孔顺莲问道。他应该算是自杀。楚风说道。竟是自杀？听得此话，孔氏天族的众人皆是颇感意外，想必来时的路上他们已经在孔征那里得知了此处大概的情况，那怪物先前的确不善，而孔征这种人描述的时候又定然会添油加醋，想必在孔氏天族这些高手的心中，那怪物已经留下了极差的印象，而现在那怪物竟是自杀，他们又怎能不意外？准确来说是想要炼化百炼翡翠石的能量，但最终未能承受，所以暴殄亡，但在我来看，炼化自己无法掌握的力量，从而导致死亡，与自杀无异。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所言在理，孔顺连点头附和。既然危机已然化解，误会已然解除，那各位前辈，我们便就此告辞了。
楚枫对那位孔顺莲抱了抱拳，随后便准备就此离去。楚枫小友等一下。可就在这时，那孔顺莲却是忽然开口道，其实此次老夫来此还有个不情之请，那就是想请三位小友到我孔氏天族做客。孔顺莲说暗道。听得此话，楚枫心中一动，他真是没有想到孔氏天族竟会请他们前去做客。按理来说，楚枫在凯鸿大师那里所获得的宝藏位置就在孔氏天族，如今孔氏天族请他去做客，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是楚枫对这孔氏天族并不太信任，哪怕是这位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楚枫心中其实也存有警戒之心，所以对于这个请求，楚枫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他既想去却又不想去，想去是想夺得那宝藏，不想去是怕对方有所图谋。楚枫，实不相瞒，我们此次来此虽是为救孔圣而来，但这种场面还不用劳烦我们太上长老大人出山，若不是听闻你在这里，我们太上长老大人根本不会过来。而他之所以过来，并不是要收拾那个所谓怪物，其实就是想请你去我孔氏天族做客，所以还望楚枫小友能不计前嫌，给我孔氏天族一个面子。是啊，楚枫小友，我们的太上长老大人可很少请人的，这个面子你可以一定要给。就在此时，孔氏天族的那些高手们也是纷纷开口，好言好语的对楚枫相劝，楚枫小友，当初是我们不对，还望楚枫小友大人有大量，不要放在心上。不仅如此，当日在八荒乱坟岗与楚枫等人有冲突的人竟也有在场的，他们主动站了出来向楚枫赔礼道歉，显然为了拉拢楚枫他们，孔氏天族早有准备。孔圣、孔征、楚枫小友来我孔氏天族贵客，你们先前竟然多有得罪，还不快快道歉赔礼。有人对孔圣、孔征立刻道。此刻孔圣、孔征面面相觑，他们两个不傻，看得出来家族是真的要拉拢楚枫他们，而他们两个绝对不能成为家族拉拢楚枫的绊脚石。尽管要他们向楚枫三人道歉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是有损自尊心的事情，可是自尊心谁也没有，连那些前辈甚至太上长老都向楚枫道歉了，那他们这可怜的自尊心又算得了什么。楚枫、赵红、王强，先前我们当真是不知道你们的所作所为，但是现在知道了，我们兄弟也是打心眼里的佩服，作为小辈你的确为我们争光。废话我们就不多说了，受我兄弟二人一拜。决定之后，孔胜与孔征二人一同对楚枫三人施以义礼，想不到你们还算有点诚意，既然如此，兄弟不如咱们就去孔氏天族溜达溜达。王强对楚枫说道。楚枫，去吧，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与王大人的声音也是在楚枫耳边响起。而事到如今，其实楚枫早已考虑过了局面，如果孔氏天族真的想对付他们，现在大可以直接出手，其实没必要费这么大的劲。所以在楚枫来看，去孔氏天族虽有凶险，但几率相对较小。把话说回来，就算他们邀请楚枫他们真的是有什么阴谋，那么有邪神剑在手的楚枫却也还能够抗衡一番。简而言之，就算到了孔氏天族真的遇到什么凶险，那么那凶险的指数其实与现在面对这些高手也相差不多。最重要的是，楚枫真的急于突破修为，而只要想要夺得那宝藏，那么迟早不要前往孔氏天族。若是此次拒绝了孔氏天族的邀请，怕是会令孔氏天族很不满意，到时梁子可算是彻底结下了，以后想去那就真是难比登天。与其那样不识好歹，还不如趁此机会化解恩怨，就如女王大人所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该冒的险还是要冒的。于是楚枫道，其实早就听闻孔氏天族盛名，早就想去拜会，今日能得诸位前辈邀请，乃是我楚枫的荣幸。楚枫小友在我百炼凡界如今可是炙手可热的天才人物，我孔氏天族能够请到楚枫小友才是我孔氏天族的荣幸。见楚枫答应前去，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孔顺莲面露喜悦之色。与此同时，孔氏天族的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之前曾与楚枫有矛盾的人，也都是松了一口气。毕竟若是此次请不到楚枫的话，那么他们也都脱不了关系，将成为负罪之人。那不知两位小友可愿到我孔氏天族做客。孔顺莲又对赵红与王强说道。毕竟赵红与王强在八荒乱坟岗也是锋芒毕露，对于这两个天才，孔氏天族也是不敢忽视。事实上不仅是孔氏天族，如今整个百炼凡界都在议论的三个天才正是楚枫、王强、赵红三人。楚枫好歹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名声，所以现如今对赵红与王强二人的关注度反而更高，毕竟这两位相对于楚枫倒是更加神秘了几分。我兄弟去哪我就去哪，王强无所谓的说道，但却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这一刻，在场的目光都投向了赵红，毕竟王强已经表态，便只剩下赵红了。劳烦诸位能否给予我们三人一点私人空间？赵红对孔氏天族的人说道。自然可以，孔顺莲这种人物怎么可能不明白赵红的言中之意，当即下令让孔氏天族的众人退散，就连他也是离开了。这一刻，这方天际便只剩下了楚枫与赵红、王强三人。忽然赵红手臂一挥，袖袍摆动，一阵清香袭来之际，一层结界也是将他们三人覆盖。这是隐藏结界，他们三个身在其中，无论说了什么外人也很难听到，哪怕是真仙级别的强者，具有贯彻天地只能，却也无法听到他们三人的对话。毕竟这是凯鸿大师留下来的手段，是一种很强的结界之术。楚枫、相公，你们两个去了孔氏天族一定要多加小心。我倒不是信不过那个孔顺莲，只是对于孔氏天族我当真信任不起来。赵红对楚枫与王强说道。赵红，你不与我们同去了吗？楚枫问道。楚枫，我相公此次成功解开了那座宝藏，收获不菲，现在你去孔氏天族为的也是宝藏，所以我也很想去看看属于我的那个宝藏究竟有着什么。赵红说道。这样也好，王强，不如你与赵红同去吧。
楚枫对王强说道：“不用，让我向梦陪你吧。相比于我要去的凤凰火焰城，我总觉得孔氏天族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你们二人同行，倒也有个照应。”赵红说道：“正因此行吉凶难测，我才不想王强陪我去。更何况凤凰火焰城也是凶险之地，你们两个同去，我也放心。”楚枫说道：“兄弟，你这就没意思了。王强像是那种舍弃兄弟而不顾的人吗？”王强有些不悦的道，但这却表明了他要随楚枫前去的决心。见王强执意要陪楚枫，赵红却也没有丝毫不悦，而是说道：“我相公早已做了决定，楚枫你也不用劝了，就让他随你去吧。赵红，你独自一人才要多加注意才是，毕竟那凤凰火焰城可是百炼凡界的禁地。”见赵红王强早就做了决定，楚枫也不再多劝，只是他打心眼里担心赵红。放心吧，我不是大意之人。赵红笑着说道：“那我们此别，日后在何处相聚？”楚枫问道：“事成之后，我们在暗夜鬼灵相见吧。”赵红说道：“也好。”楚枫说道：“那孔氏天族的人还在等你们，我们便就此别过吧。”赵红说话间便欲解开那覆盖此处的隐藏结界，想要直接离去。娘子，就在此时，王强忽然开口，向来没脸没皮的他此刻竟难得的露出了犹豫之色。“相公，想说什么直说便是，像你这样扭扭捏捏反倒不讨人喜欢。”赵红笑着说道：“既然你愿为我娘子，我日后定会风风光光的娶你，只是在那之前，我希望你不要再滥杀无辜。”王强对赵红说道：“你真把我当成妖女了？”赵红问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赵红这一句话竟让王强有些慌乱，赶忙解释：“哈哈，你看你。”然而见王强如此，赵红却是忽然捧腹大笑，随后说道：“我开玩笑的，看把你吓的，原来你也可以这么蠢。臭婆娘，我这不是……”王强磕磕巴巴还想解释：“好啦，相公，你在担心什么我都知道，但是我不怪你，我之前的确是妖女，也的确曾经滥杀无辜，造孽无数。那时的我怨念冲天，杀意极强，对于天下男子莫名的便有着极深的恨意，就宛如杀掉贪色男子是我的使命一般。你若要我解释，我也解释不清这是为何。但当初的我的确就是个杀人如麻的妖女，但是现在我已经不是当初的我，所以你们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做出像是当初的事。”赵红说道。“赵红，他人生死我不管，你是我朋友，我只在乎你的安危。此行切记当心，莫要强为。”楚枫再度说道。“楚枫，你怎么也变得婆婆妈妈了，这可不像你。”赵红淡然一笑，可是忽然之间他那嬉笑的面容竟变得异常凝重，美眸之中闪烁出一抹浓郁的歉意，对楚枫说道：“楚枫，先前是我太过冲动，你若真当我是朋友，还请你不要挂记在心上。”赵红此言自然是为了先前在这旱魃死水潭不听楚枫相劝，反而与楚枫产生冲突的事情而道歉。看着那满面歉意的赵红，楚枫心中一动，真朋友又岂会因争吵而记仇？那件事楚枫早就抛在脑后，之前他一直在乎的也唯有赵红与王强的安危。于是楚枫嘿嘿一笑，学着赵红的动作和语气说道：“赵红，你怎么也变得婆婆妈妈了，这可不像你。真是的，人家诚心诚意的道歉，你可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听楚枫这样一说，赵红也是笑了，并且一拳打在了楚枫的胸口。这是这一拳可没有丝毫恨意，反而尽是情意。看来你们两个还不急着走，但是老娘我可急着去开启属于我那宝藏，所以再见了。话罢，赵红便解开隐藏结界直接离去了。他没打算与孔氏天族的人道别，因为他并不拘于礼数，也不在乎那些人对他的看法。这便是赵红，一个看似冷酷无情实则有情有义的女子，只要你走进她的心里，她绝对是一个可以依赖的朋友。你这小子似乎动了真感情了，是不是？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当赵红走后，楚枫对王强问道。王强之前一心一意的只要逃离赵红的魔爪，可先前与赵红分别之时竟有着关切赵红之意，那既然并非虚情假意，便也绝对不会是无缘无故所来的变化。果然神什么都瞒不过你，王强嘿嘿笑道，随后便将楚枫离开之时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楚枫。原来王强虽夺得那宝藏，可是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途中发生了两件事。其中一件事是在获取宝藏之时，王强与赵红曾遭遇机关猛兽，当时情况危急，王强被困，赵红若不及时逃脱也要命丧当场。可任凭王强如何相劝，赵红却是不听，拼死相救，最终成功将王强救出。可是赵红却是身受重创，王强并非无情之辈，见赵红如此对他自然心有动容。然而真正影响了王强的实际上乃是另外一件事。起初赵红对王强如此专情，乃是因为王强在生死关头为了保命对赵红使用了特殊的药水，可是那毕竟是药水，迟早会有药效失去之时，而实际上那药水的药效早就失效了。所以赵红对王强的所作所为其实早就并非是药物所控，而是赵红对王强动了真情。感情这种东西本就是毫无道理，也许连赵红自己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爱上了王强的，但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于是赵红便死心塌地地对待王强。不过赵红如此聪明，自然早就知道王强当初对他用药乃是想要保命，所以药水失效之事他一直藏在心里并未与王强提起。其实他是害怕王强知道真相会躲开他，不过之前生死关头赵红把一切都说了出来，人心皆是肉长的，有人如此相对何人能不动容。王强得知此事不知是感动还是冲动，亦或者是他在不知不觉间也早已经对赵红动情，但总之王强已不再厌恶赵红，反而接受了与赵红这夫妻的关系。如果说之前二人的关系是赵红一厢情愿，那么如今也可算是两情相悦了。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赵红真的不错，他的身世也可怜，如果可以我倒是希望你能好好待他。
楚枫对王强说道：“嘿嘿，你看我像是薄情之人吗？”王强笑嘻嘻的道：“太像了。”楚枫学着王强的语气说道：“靠，居然嘲笑我。”王强鄙夷的说道：“哈哈，开个玩笑，走吧，兄弟，孔氏天族的众位前辈可等着咱们呢。”楚枫大笑着搂着王强的肩膀，随后二人便向孔氏天族众人所在的方向行去。孔顺莲其实早就猜到赵红可能不会去他孔氏天族做客，所以当确定此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意外，也没有表现出遗憾。在他看来，能够请到楚枫已是足矣。就这样，楚枫三人的旱魃死水潭之旅就此落幕。楚枫随着孔氏天族的众人向孔氏天族行去，然而当楚枫等人离开后，在旱魃死水潭的某个水域之中，那泥人怪物竟忽然现身。最重要的是，此刻的泥人怪物竟有两个，并且那泥人怪物空洞的眼中竟涌现出了歉意的目光，道：“真是世事无常，帮我获得百炼翡翠石力量的竟然是你。楚枫，我又欠了你一个人情，只是抱歉，我还不能把他们的身体还给你，所以我也不能让他们见你。不过待我完成这一切，一定会补偿你们，哪怕你要我命也在所不辞。”话罢，两个泥人便被一同潜入旱魃死水潭之中。忽然之间，那黑色的潭水之中再度映射出耀眼的光芒，璀璨至极，直冲天际。那是来自阵法的光芒，若通过光芒的强弱可以判断阵法的强弱，那么此阵定然极强。只是可惜在此等无人之地，哪怕这景象再壮观再震撼，却也无人欣赏，否则定会让人惊叹不已。很快，那阵法的光芒便消退了，天地再度变得漆黑，一切恢复如常。任凭是谁都不会想到，在那方水域下面有着一座那样强大的阵法，更不会有人知道那阵法之中藏匿着两个泥人，做着不为人所知的事。楚枫一行人很快便抵达了孔氏天族，他们一路行来倒也算是隐秘，按理来说不会有人知晓孔氏天族邀请到了楚枫与王强才是。可是不曾想，这个消息还是被泄露了出去，很快的便有许多人闻讯而来，纷纷来到了孔氏天族，并且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结识楚枫与王强二人。一些小门小派也就算了，当一些名震五之圣土的大人物纷纷到场之后，孔征与孔胜等孔氏天族的小辈才算真正的明白了楚枫与王强他们现在的厉害。年少有为的仙袍界灵师，战力逆天的修武奇才，凯宏大师的传承者，再加上那来历不明却又带着神秘色彩的出身，这一切都让楚枫与王强成为了各方大人物眼中的宠儿。所有人都想趁着楚枫与王强还未真正的成长起来之前，便与他们结交，为日后铺路。一时之间，楚枫与王强风头极盛，大有盖过百炼凡界那位最强天才黎明公子的势头，甚至已经有许多人预言楚枫与王强以及赵红三人很可能会将成为百炼凡界最强的之人，如当初的凯宏大师一般主宰整个百炼凡界，无人可敌。此刻孔氏天族一座豪华殿宇内，楚枫与王强二人正坐在一座厅堂之中，厅堂的四周覆盖着一层结界，那是隐藏结界，具有隔音效果。楚枫二人在这里虽然享受到了贵宾待遇，可他们并未真的把自己当成宾客，而是把自己是坐入了虎口的羔羊，所以做起事来处处小心，哪怕二人的谈话也不愿让外人听到。真是的，每天都要去见那些前来拜访的老家伙们，烦死了，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大嘴巴，居然这么快就把咱们来此的消息给传了出去。王强有些不耐烦的道：“我若没有猜错，多半是你的娘子所为。”楚枫说道：“赵红。”王强面露诧异之色，除了他还会有谁呢？楚枫说道。王强仔细思索起来，想了又想，发现除了赵红，似乎真的没有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他不赶紧去凤凰火焰城找他那宝藏，四处宣传这件事做什么？这不是给咱们两个添乱吗？王强说道。赵红并非给咱们添乱，相反是在帮助咱们。楚枫说道。你的意思莫非是？王强并不愚钝，听楚枫这样一说，立刻想起了什么。我们来此之前还都无法确定孔氏天族如此大动干戈的邀请是否有何阴谋，尽管阴谋面很小，可还是不排除这种可能。若是我们在此做客的消息传出去，那我们日后若出现了意外，并与孔氏天族脱不了干系，毕竟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就在孔氏天族做客，这种情况下孔氏天族若想做什么也就多了一些忌惮。所以赵红把这件事传出去是为我们的安全做考虑，也许这才是他不与我们同行的初衷。楚枫说道。嘿嘿，想不到那臭婆娘的心思竟然如此缜密，真不愧是我的娘子。王强得意地笑了起来。依我看，赵红可比你要聪明得多。楚枫说道。切楚枫损他，王强也不生气，反而做出了一副高人的模样，说道：我的聪慧如你这种凡人又岂能知晓。自然。楚枫笑着附和，而实际上有的时候楚枫还真的觉得他有些摸不透王强。兄弟，我们每日都去见那些前来拜访的老家伙们，这样下去你想要使用的那座阵法怕是遥遥无期啊。要不然咱们还是不要见那些老家伙了，专心布置你那阵法吧。忽然王强认真地对楚枫说道。楚枫与王强来到此处可不是来享受来了，为的乃是凯宏大师留下的宝藏。然而来此之后，楚枫便发现那宝藏的位置虽然不是什么禁地，可却也有人把守，为了不引起他人的怀疑，楚枫想要过去就必须瞒过所有人才行。但是孔氏天族高手众多，甚至就连真仙级的存在都不止一位，以楚枫的修为又怎么可能瞒天过海躲过所有人的感应。所以楚枫便与王强联手开始布置一座阵法，此阵乃是凯宏大师所传，只要此阵成功，在运转之后便可在短时间内
将楚枫彻底隐藏，哪怕是真仙强者也看不见他，同时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只是这阵法虽然厉害，自然布置的难度也很大，绝非寻常人可以布置得出。哪怕楚枫与王强已得凯虹大师传承，但是想要布置起来却也是非常的难。这些日子，楚枫与王强除了忙着去见那些慕名来访的人外，几乎都在布置这座阵法。可是奈何来此已有些日子，这阵法却只完成了十分之一。由此可见，此阵的难度是有多么的高。见那些人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们二人的确在这里做客，帮助传播消息而已。不过算一算，该见的也都见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人倒是可以不必再见。楚枫说道。那我们怎么必见？王强问道。这个好办，我们只要说闭关修炼即可。楚枫说道。这倒也是一个好主意，不过兄弟，此行非同小可，我又不能陪你一同前去，你还是先把我这个用了吧。王强说话间，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痰盂，这个痰盂很是破旧，甚至无论怎么驱散，这个痰盂都会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然而这个破旧的痰盂内竟有着光华流转，向内望去可以看见那光华来自文字，那文字很是复杂，非寻常字体，用肉眼观察不出其中内容，唯有用心感悟才能感悟那字体的含义。然而这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庞大的信息，而这庞大的信息便是修武意图的奥义。简单的说，这个痰盂之内蕴含着修武之道，楚枫若是用心感悟，很有可能会悟得天机，从而突破瓶颈提升修为。只是这其中的修武之道只可供一人感悟，若是楚枫用了，王强便不能再用，并且修武之道这种东西是无法分享的，所以简单的说，这个痰盂虽然厉害，可却只能一人来用，也只能用上一次。至于这个痰盂的来历，其实是王强在那旱魃死水潭的宝藏内所得，只不过王强并没有直接感悟这痰盂内的修武之道，反而留了下来，而他竟然是为楚枫所留。看着王强手中的这个蕴含着修武之道的痰盂，楚枫笑着摇了摇头，随后说道：王强，我说过很多次了，这是属于你的，我不会用也不可能用，你还是早日将其炼化，也许你修为可以突飞猛进，到时候若是遇到什么困难，你也可以保我呀。这些日子王强已经不知道对楚枫说过多少次让楚枫将这个痰盂用掉，可是这种东西对王强也有着巨大的帮助，楚枫又怎会用，我真是不懂。咱们兄弟还客气这些做什么，你现在不是需要他吗？需要你就先用便是，此处蕴藏宝藏，可那宝藏凶险难测，你若是有把这个用了，修为也许能够突破，这也多了几分保障，不是？若你真的觉得过意不去，那等你在此处宝藏获得好处，到时再给我不就是了，到时候你就算加倍补偿于我，我也没有意见，嘿嘿。王强笑嘻嘻地说道。然而王强这种小小的手段对楚枫又岂会有用，楚枫早就知道王强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让楚枫把这个五道痰盂用掉而已，至于之后楚枫就算真的得到什么类似于这五道痰盂的好东西，恐怕那个时候王强也根本不会要。兄弟，有些东西可以让，有些东西不可以，若是此物对你无用但对我有用，不用你说我也会要，可是事实上是此物对你来说也有着巨大的用处，也许对你比对我还要有用，所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个还是你留着自己用吧。楚枫坚决地说道，他有自己的原则，为了提升修为他可以去抢，可以去夺，可以去拼命，但他绝对不会要兄弟的东西，因为那不是楚枫的修武之道。罢了，真是你没有办法。多少人为了突破一重修为闭关一辈子也未能够达成所愿，若是我把这个给他们，就算让他倾家荡产他也会要，何况是白送。然而你却傻傻不要。兄弟，不是我埋汰你，你可真是天下第一大傻子。王强见扭不过楚枫，竟出言挖苦起楚枫来了。我最多是天下第二大傻子。楚枫说道。喂，为啥？王强问道。因为第一是你，哪有人有了可以突破修为的机会自己不突破白白送人的，这小时候是被多少人给踢过才能踢成这个样子。楚枫笑着说道。靠，就冲你这句话，你若想要我还不给了呢。王强白了楚枫一眼，便将那蕴含着修武之道的痰盂给收了起来。楚枫可在。然而就在这时，殿宇之外忽然传来了呼喊之音，声音不是非常响亮，可却震颤人心，这声音是暗含威压的，这帮凡人的家伙又来了，看来得赶快宣称闭关，免得他们日日求见。王强不耐烦的道。不，这次的可是来者不善。楚枫说道。听楚枫这样说，王强也是目光一变，随后运用特殊手段向外观看，才发现此刻在殿宇之外的确聚集着一群人，不过这群人可不是前来拜访的外人，而是孔氏天族的人，都是孔氏天族的小辈，并且是真正的小辈，因为以楚枫和王强的观察力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年龄都还在百岁以内，至于修为也普遍不弱，为首的一位男子更是一位九品半祖，乃是真正的半祖巅峰，只差一步就可以成为五祖级别的存在。而在孔氏天族这些日子，楚枫他们虽然一直居住此处，可也时而有孔氏天族的小辈拜访，再加上楚枫与王强喜欢观察，所以知道这群家伙在孔氏天族的小辈之中也绝对是最顶尖的那一批。值得一提的是，就连孔征也在其中，不过孔征可不是来找麻烦的，相反孔征正在对那位为首的半祖巅峰好言相劝。若曾兄，我真不骗你，楚枫与那王强可并非浪得虚名，他们真的是凯虹大师的传人。孔征说道。就凭他们也能夺得宝藏，定是投机取巧。那为首的半祖巅峰不屑一顾地说道。就是，我就不信他们能那么厉害。与此同时，其他小辈也是纷纷附和，语气非常不善，甚至对楚枫与王强充满了鄙视之意。其实自打楚枫与王强来到此处，除了外人慕名而来，
就连孔氏天族也有一些小辈带着崇拜之情来拜访楚枫与王强二人。这些人无非都是敬仰楚枫与王强，想与楚枫和王强结交，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孔氏天族的小辈根本就不相信楚枫与王强有那等本事，对楚枫与王强有着很深的怨念以及敌意。很明显，今日来的这群人便都是后者，他们来此就是来找麻烦的。若曾兄，你听我说，我之前与你们想法差不多，根本未曾将楚枫放在眼中，所以我曾与他交手，可是我的下场很惨。孔征说道。哼，孔征，你可别丢脸了，你是什么修为？若曾大哥是什么修为？你居然拿你和若曾大哥相提并论，你也太不自量力了吧。有人出言讽刺孔征，我的修为的确不如若曾兄，可是孔圣大哥如何？连孔圣大哥与楚枫三人交手都未能取胜，难道你们真的觉得若曾兄就可以？孔征也是动怒，反身问道。这一刻，那些出言讽刺孔征的人不说话了。虽然孔圣的年龄已经超过小辈，可是那一品五祖的修为却摆在那里，他们不敢否认，若论实力，眼前这个叫做孔若曾的家伙的确不如孔圣。哼，我听闻这楚枫如今不过是七品半祖而已，就不信我会斗不过他。然而听得孔征的话，拿孔若曾反而越发不爽，指着楚枫所居住的殿宇大喝道，楚枫，我乃孔氏天族小辈，我名孔若曾，今日我来此就是为了挑战你而来，你若是个男人，你就给我下来。此声虽不响亮，可威压却是越来越强，并且那威压直冲着楚枫居住的殿宇而来。妈的，果然是来找麻烦的，看我下去教训这个兔崽子。王强面露怒容，准备下去教训此子。等一等。然而楚枫却一把抓住了王强，说道，他点名道姓叫我下去，若是你去了，怕是不合他心意。可是他明知道你是七品半祖，而他却是九品半祖，这不是摆明了欺负你吗？王强说道。所以他才是欺软怕硬的人，这种人我见多了，无妨，让他再张狂一段，我自有收拾他的办法。楚枫笑着说道。此刻王强微微一愣，对方明明就是来找楚枫麻烦的，出言不逊，言语说得很是难听，换作常人被如此对待，就算不怒，脸色也会很不好看才对。可是楚枫不仅不怒，反而面带笑意，就仿佛他是一个旁观者，而且在看一场好戏一般。这让王强也不由好奇起来，他很想知道现如今在修为上明显不如拿孔若曾的楚枫，又准备怎么收拾这个孔若曾。想到此处，王强也是面露笑意，如同旁观者一般向外观望。若曾兄别喊了，楚枫与王强乃是我孔氏天族贵客，连太上长老大人对楚枫都是以礼相待，你若再这样惹来长老大人们，怕是要受罚。孔征继续劝道。然而那孔若曾却根本就不理会孔征，而是继续说道，楚枫，你他妈到底敢不敢下来？莫非你真是个缩头乌龟不成？见楚枫迟迟不应，那孔若曾越发得意，对孔征说道，孔征，你看到了，这楚枫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这就是你所谓的天才凯虹大师的传人，依我看他就算一个胆小怕事的废材。话罢，那孔若曾得意的大笑起来，若曾大哥说的果然对，这楚枫就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欺负孔征的时候似乎利傲的，但是在若曾大哥面前就成了缩头乌龟了。这一刻，那些随着孔若曾而来的众位小辈也认准楚枫不敢下来，一个个讽刺的大笑起来，谁说我楚枫不敢应战？可就在这时，那紧闭的殿宇大门忽然打开，这一刻先前还满是嘲笑之音的殿宇之外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殿宇那打开的大门，甚至有些人静心生惬意，不由自主地躲到了孔若曾的身后。由此可见，这些家伙并非皆是勇敢之辈，有一些不过是仗势欺人而已，哪怕看楚枫不爽，却也只能借着别人撑腰才敢欺辱楚枫。而在众人目光的锁定下，楚枫与王强二人也自那殿宇之中走了出来。楚枫并未隐藏修为，所以当他们感受到楚枫那七品半祖的修为后，先前那些胆怯之人的脸上则是露出了放松的笑意，而这就算典型的欺软怕硬。楚枫，我还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孔若曾对楚枫说道。我为什么不敢出来？楚枫反问道。说得好，既然你敢出来，想必就做好了与我切磋的准备。孔若曾问道。自然做好了，那便开始吧。楚枫说道。听楚枫这样一说，孔氏天族小辈纷纷面露惊讶之色，他们没有想到楚枫竟然真的敢应战，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嘴角也是露出了讽刺的笑意，因为这一刻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楚枫被孔若曾残虐的画面，并且只要想到这个画面很快就将呈现，他们真是激动不已，迫不及待的想要看一看那个画面了，毕竟那将要被虐的可是大名鼎鼎天才凯虹大师的传人。此刻若说高兴，那最高兴的便是孔若曾了，简直高兴的都快笑开了话，且大声说道，好爽快，既然如此，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说话间挽起了袖子，释放出了自己那九品半祖的威压，做好了狂虐楚枫的准备。然而就在这时，只见楚枫大袖一挥，一层层绚丽的结界之力便自其袖袍飞掠而出，层层叠加相互交织，很快形成了一道结界墙壁，横在了楚枫的身前。见此一幕，任凭是那些对楚枫充满敌意的人也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仙袍界灵师如此稀少，哪怕是他们这等贵族子弟也是很少见到，而现在一个同辈众人竟然真的是一位仙袍界灵师，虽然他们内心很是反感楚枫，可是当真的证实楚枫是一位仙袍界灵师后，他们也是感觉自叹不如，你这是做什么？然而看到这座结界阵法，孔若曾则是面露不解之色，你既然找我切磋，想必就是要与我切磋界灵之术，我自然就要满足于你，如你所愿，我这阵法布置完了，你破解吧，只要你能用结界之术把我这结界墙解开，就算你赢。楚枫说道。什么比拼结界之术？谁要听的此话？
孔若曾面色大变，可他话还未说完，楚风便又说道，对了，你也别说我欺负你，我这阵法虽然只是随意布置，但你破阵时间我却并不限制，你随便用多久，只要你能破开就算你赢，哪怕你用一辈子的时间把我这阵法破开了，那也算是你赢。孔若曾被气得脸色苍白，事实上不仅是孔若曾，就连孔氏天族的其他人也都懵了，万万没想到楚风会来这么一手。虽然孔若曾也是一位界灵师，可是他在修炼界灵之术方面并没有什么天赋，哪怕是专心修炼多年，可是现如今也不过是一位金袍界灵师而已，这个成就与其他同辈相比其实已经相对不错，可若与楚风这位堂堂仙袍界灵师相比，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若楚风是天，那他就是的啊，别说一辈子时间，以孔若曾在结界之术上的造诣，就算下辈子下下辈子怕是也无法破解楚风这座阵法吧。喧宾夺主，好样的。此刻王强忍不住在心中夸赞起楚风，他已经知道了楚风的意图，虽然孔若曾前来挑衅，可是却并没有直接说与楚风比拼战力，现在楚风先使用了结界之术，这孔若曾肯定不敌，那么就算之后二人比拼战力，楚风不是这孔若曾的对手，那也最多是个平手而已。不过在王强看来，楚风可不会给予孔若曾赢自己的机会，所以他很期待接下来楚风又会怎么做，谁说要与你比拼结界之术了。果不其然，孔若曾愤怒的大喝一声，立刻否定了楚风的想法，原来不是与我比拼结界之术，那你想与我比拼什么，该不会是要与我比拼战力吧。可是你是九品半祖，而我只是七品半祖，你已经修武至少八十年，比我足足多了几十年，你若与我比拼战力，未免也太不要脸了一些，毕竟这是如此的以强欺弱，就算传出去也会被人看不起，我想你堂堂孔氏天族的少爷应该不会这么无耻吧。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这一刻莫说旁人，就连孔若曾也是哑口无言，他只想着自己实力高于楚风，可以运用自己的实力好好的教训楚风一番，可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楚风竟然把以强欺弱的行为说得这样不堪，这样一来他若继续逼楚风出手的话，那可就等于中了楚风的套了。一时之间孔氏天族的众位小辈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慌了，这些来找楚风麻烦的孔氏天族小辈都慌了，他们真是没有想到楚风不仅有真材实料，的确是修炼武道与界灵之术的天才，这行事风格竟然还如此沉稳老辣，明明是在孔氏天族的地盘，可竟然能够在气势上压住他们，这等手段便说明了两点，一，楚风绝对不是寻常小辈，乃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不然不会如此镇定，二，楚风的心智过人，不论天赋只论智慧与魄力已然高出他们一等，让他们自叹不如。一时之间孔氏天族的这些小辈们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无奈之下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孔若曾，这一刻孔若曾的压力真可谓是巨大，若曾大哥，要不然我们算了吧，不然等一下长老大人他们过来，我们怕是要会受处罚。慌乱之下有人开始劝解楚风，想让孔若曾知难而退，惩罚，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孔氏天族，有谁会敢惩罚我。孔若曾很是自信地说道，他在孔氏天族算是一位顶尖天才，从小就受族人宠爱，莫说他的父母，就连几位太上长老和孔氏天族的族长大人对他都很是宠爱，从小到大他几乎没有被人骂过，哪怕有的时候犯下一些错误也不会受到责罚，往往会受到包庇，简单的说他是真正的天之骄子，从小到大被宠到大的。对啊，若曾大哥与我们不同，连太上长老都不会责罚于他，至于其他长老根本就不敢责罚于他。这一刻众位小辈忽然恍然大悟，若不是孔若曾这特殊的身份，他们也不可能闯到这里来挑衅楚风，毕竟楚风的住处可是由孔氏天族的人守护的，而他们来此之时守护此处的人也并非是没有阻拦，只是他们在孔若曾发怒后连那些长老们也都退避了。想到这里孔若曾也是来了底气，脸上的尴尬之容一扫而光，竟仰天大笑起来。你笑什么？楚风目光变化，淡淡地问道。笑什么？我笑你愚蠢，你难道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孔若曾对楚风问道。此处自然是孔氏天族，楚风说道。既然你知道这里是孔氏天族，那你不觉得你之前所说的那些话很可笑吗？孔若曾说道。此话怎讲？楚风问道。你不懂，那我可以告诉你，今日来此我就是要用我这九品半祖的修为欺负你那七品半祖的修为，你又能如何？孔若曾指着楚风一字一句地说道。相比于先前，此刻的他可谓底气十足，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反而觉得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这么说来，你承认你是一个无耻之人？楚风说道。就算无耻又如何？这里没有人会嘲笑我，也没有人会惩罚我，因为这里是孔氏天族，是我孔若曾的地盘。孔若曾拍着胸脯说道。你明知是错还要做，倘若孔氏天族依然放纵你不管的话，那我楚风真是无话可说。楚风笑着耸了耸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是彻底激起了孔若曾的怒意。在他看来，楚风是当真没有将他放在眼中，否则又怎敢如此轻视于他。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今日还真非要教训你一下不可了。孔若曾话到此处便猛然一拳轰出，那九品半祖的威压宛如无形的猛兽向楚风压迫而来。面对此等攻势，楚风的嘴角则是微微上扬，他连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都没有使用，甚至他站在原地一动未动，连躲避的打算都没有。倒不是他轻视孔若曾，觉得孔若曾这一拳伤不了他，而是楚风很有自信，自信孔若曾这一拳之威根本就碰不到他。住手！果不其然，就如楚风所料一般，当孔若曾那一拳之威还未碰到他的时候，一声怒喝便凭空响起，与此同时一股威压也是随之而来。莫说孔若曾那已经轰出的一拳之威被瞬息吹散，就连孔若曾等人也是被震得连连后退而顺声观望。孔若曾等人顿时大惊，一大群人马
正由外向内走来，已经来到了这座浩瀚的广场之上。这其中多是孔氏天族的长老级人物，尤其为首的那一位更是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之一孔顺廉。拜见太上长老大人，拜见诸位前辈。此刻孔若曾等人赶忙跪倒在地，施以大礼。毕竟对他们来说，此刻出现的这些人不仅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还都是他们的长辈，真是岂有此理。楚风小友乃是我请来的贵客，你们竟敢对楚风小友如此无礼，还不快快向楚风小友道歉。孔顺廉指着孔若曾愤怒的呵斥道。见到孔顺廉如此模样，孔若曾也是心中一惊，从小到大他还从没见过这位太上长老大人对他动怒的，更何况是如此愤怒。尽管心中惊讶不已，可是对方既然动怒，那孔若曾自然也是慌了，不敢犹豫，赶忙解释道。太上长老大人，我并没有找楚风的麻烦，我只是想与他切磋而已。不孝子，还敢顶嘴。而就在这时，一名白发苍苍的中年男子忽然自孔顺莲身后窜出，来到了孔若曾的身前，抬起手来，一个耳光便落在了孔若曾的脸颊之上。这个耳光力道不是很大，可是毕竟对方是五祖巅峰，所以这一个耳光下来，孔若曾顿时翻滚连连，半个脸都被打废了。被打之后，孔若曾愤怒不已，毕竟从小到大在这孔氏天族之内还没有几个人敢打他的，所以他咽不下这口气，爬起身来便要破口大骂。可是当孔若曾看到那位打他的人后，却是愣在了那里，那些准备好的脏话也都卡在了喉咙说不出来了。因为那位先前对他出手的人乃是他的亲生父亲。父亲，您为何打我？孔若曾用手捂住自己那血肉模糊的侧脸，看着自己的父亲，眼中充满了委屈与不解。这可是从小到大他第一次被父亲打，为什么打你？你对楚风小友无礼，难道不该打？还不快向楚风小友道歉，再不道歉我就打断你的腿。孔若曾的父亲愤怒地说道。你打我竟然是因为楚风？听得此话，孔若曾痛心不已，他真是没有想到从来没有打过他的父亲第一次打他竟然是因为一个外人，这让他无法承受。好，你打吧，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就算你打死我，我也绝对不可能向这个废物道歉。孔若曾心中委屈，于是愤怒地大喊起来。看着自己的儿子这般，孔若曾的父亲虽然愤怒，可却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毕竟是他的亲儿子，他怎么可能真的把他打死？欺我贵客还死不悔改，来啊，把孔若曾给我拖下去，施以药刑。就在此时，站在一旁久久未语的太上长老孔顺莲忽然发话了。药刑，听得这两个字，莫说孔若曾，几乎在场的孔氏天族之人皆是神色大变。药刑是孔氏天族的一种内部刑法，这种刑法不会置人于死地，甚至刑法过后不会影响日后的生活，身上也不会留下伤痕，但是在施加药刑的时候，他们将承受难以忍受的痛苦，那种感觉绝对生不如死。此乃孔氏天族最残酷也是最令人畏惧的刑法之一。忽然一声闷响传来，是孔若曾，先前还气势汹汹口口声声说不怕死的他，此刻已经吓得瘫坐在了地上，满头大汗，脸色苍白，就连身体也在不断的颤抖着。此刻孔若曾的父亲也是慌了，他真是没想到孔顺莲竟然会对他的儿子施以药刑，那可是孔氏天族内部最残酷的刑法之一啊。至于孔若曾早就彻底吓傻了，连一句反驳的话都不敢再说，只是瘫坐在原地瑟瑟发抖。混账，还不快快认错。忽然之间，孔若曾的父亲对孔若曾大喝一声，其实他是为了孔若曾好，为了不让孔若曾受罚，他只好逼着孔若曾认错，想着只要孔若曾认错了，孔顺莲长老应该不会真的惩罚孔若曾，毕竟孔顺莲长老对孔若曾还是比较疼爱的，怎么可能因为一个楚风真的就对孔若曾施以如此残酷的刑罚。只要给孔顺莲一个台阶下，那么这场危机应该可以化解。楚风，抱歉，我真的不是有意挑衅你的，我真的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而已，可能我表达的方式不对，是我真的没有不敬的意思，还望你不要介意，帮我向长老大人解释一下可好。孔若曾赶忙起身来对楚风道歉施礼，先前的倔强与固执此刻尽数不在，并且孔若曾很聪明，他不仅道歉这么简单，还想让楚风替他求情，他知道现在其他人说话可能孔顺莲不会给面子，但楚风若是求情那分量应该很重，他已经清楚楚风在孔顺莲心中的位置了，只是他很后悔，因为他明白晚了。然而对于孔若曾的这番话，楚风却是面色不改，同时也不言语。楚风是什么人，他早就看穿孔若曾不是真心认错，孔若曾这种人与孔征和孔胜不同，梁子结下了他会记一辈子，这一辈子他都将是楚风的敌人，今日就算他求情，孔若曾日后也不会放过他，既然终归是要为敌，楚风又何必替他说话，现在认错晚了，药刑你今日必须要受，孔顺莲说道。孔顺莲此话一出，孔若曾吓得再度瘫坐在了地上，面如死灰，觉得自己今日是无路可逃。太上长老大人，您看若曾毕竟年龄还小，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自然会惩罚他，可是这药刑是不是也未免太严重了一些？眼见着孔顺莲还不打算放过孔若曾，孔若曾的父亲只好亲自开口求情，大难临头才知道认错，是谁惯出了你如此骄纵的毛病？孔顺莲指着孔若曾问道，随后又看向孔若曾的父亲说道，孔耀，身为孔若曾的父亲，这件事情你是否要给我一个回答？是我的错，是我教子无方，太上长老大人，您若要惩罚就惩罚我吧。孔若曾的父亲忽然跪在了地上，竟要替其儿子受罚，混账，难道你活了这么多年连罪不能替的道理都不懂吗？孔顺莲愤怒地说道。太上长老大人，道理晚辈都懂，只是若曾他还小，我怕他承受不了药刑这等严酷的刑罚，所以求您开开恩，让我代他受罚吧。真是冥顽不灵，难怪孔若曾会如此不懂事，这都是你这个父亲不教育的后果。好好好，既然你要受罚，
那今日你们父子俩便一同受罚。孔顺莲说道。孔顺莲话音落下之际，手臂一扬，一层威压便笼罩而出，如同绳索一般将孔若曾父子给捆绑了起来，动不能动，修为尽失。来人，把他们两个拖下去，立刻施以药刑，若有人敢不从，便与他们父子二人一样。孔顺莲说道。孔顺莲此话一出，哪里还有人敢不从，很快便有两位负责刑罚的长老走出，将孔若曾父子给拖了下去。太上长老大人，我错了，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求您绕绕我们吧，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下一刻，那些孔氏天族的小辈赶忙跪地磕头，不断的求饶，甚至许多人吓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今日来此的小辈之中，若是受宠爱的程度，那非孔若曾莫属，连孔若曾都受此等刑罚，他们当真是害怕极了。你们向我认错做什么？应该向楚风小友认错才是。孔顺莲说道。楚风，我们错了，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众位小辈痛哭流涕的向楚风求饶，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向我认错是真心诚意的悔改了，还是被那刑罚给吓到了？楚风笑眯眯的问道。楚风，我们错了，是真心知道错了，真的不敢了，您快帮我们求求情，不要让太上长老大人对我们施以药刑啊。那些小辈一个个的恨不得向楚风叩头认错，当真是吓坏了。罢了，今日你们的确也没做过什么。楚风摇了摇头，这些家伙太过胆小怕事，不会成为他的大敌，也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大敌。于是楚风对孔顺莲说道，前辈不如就放过他们吧，既然楚风小友网开一面，那今日就饶你们一次，若有下次绝不轻饶。孔顺莲说道。听得此话，众位小辈才松了一口气，一个个的不仅向孔顺莲道谢，还不断的向楚风与王强道谢，负责看守此处的长老在哪都给我滚过来。孔顺莲忽然说道，拜见太上长老大人。很快的，一群长老冲了出来，这些长老的修为都在五祖境，不过普遍都是五祖初期，实力在这孔氏天族内还谈不上太高。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人在孔氏天族内想必地位也只是偏中等，所以在孔顺莲这种存在面前，他们表现的几乎与那些小辈一样，战战兢兢，惊恐不已。我问你们，孔若曾他们是怎么闯到此处的？孔顺莲问道。那些长老磕磕巴巴的，不知该如何回答，连一群孩子都挡不住。你们两位长老全都给我到刑罚部去，主动接受药刑惩罚，否则我要你们悔恨终生。孔顺莲说道。是至于那些长老不敢有丝毫的怨言，甚至都不敢看向孔顺莲的眼睛，一个个的赶忙起身，径直的向刑罚部行去。他们不会违背孔顺莲的话，因为他们不敢。这一刻，站在一旁的孔征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想想当日在旱魃死水潭的时候，这位太上长老让他认错，他都有些不情愿。再看看今日孔若曾等人受到的惩罚，他真是感到庆幸，庆幸自己是如此的幸运。直到此刻，他才真正的清楚，楚风在他孔氏天族这位太上长老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这位太上长老是真的要拉拢楚风，否则不可能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就连对自己的族人也如此严厉。此刻孔征不由扫向四周，看着那些无论长辈还是小辈脸上所挂着的相同表情，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今日之后在这孔氏天族内怕是没有人敢找楚风的麻烦了。楚风小友，实在抱歉，我孔氏天族小辈如此不懂规矩，乃是老夫管教吴孔顺莲走到楚风近前，竟要亲自向楚风道歉。然而孔顺莲话未说完，楚风便笑着说道，前辈您太客气了，这本就是一件小事，我楚风并未放在心上，也望前辈不要再去想了。楚风小友真是胸襟广阔，老夫佩服。孔顺莲向楚风抱了抱拳，他这句佩服可不是随便说说的，以他的观察力，他可以看得出来，楚风的确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明明是贵客，遭遇这等侮辱性的待遇，还能够如此豁达的，老一辈人物都很难做到，更何况楚风还是一个小辈。前辈，楚风近日有所感悟，想要在这孔氏天族内闭关修炼一段时日，不知可否？楚风问道。楚风小友要在此处闭关，乃是对我孔氏天族的信任，这当然没问题。楚风小友放心，你安心在此处闭关便是，我保证无论是我孔氏天族的人还是外人，都不会再有人打扰于你。孔顺莲说道。多谢前辈。楚风抱拳施礼之后，楚风又与孔顺莲闲聊了片刻，而当孔顺莲等人走了之后，这个殿宇内外就变得很是安静。哈哈，今日真是大快人心啊，那叫做孔若曾的家伙一定想不到，在他的地盘上他竟然会吃了如此大的亏。哈哈，过瘾，真是过瘾啊，我真想看看他受那所谓药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此刻王强笑得甚是开心，不过很快的王强又说道，只是我看到孔若曾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你之时，眼中充满怨念，怕是他不会善罢甘休啊，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莽夫，被娇生惯养久了，不知天高地厚而已，这种人根本不用挂记在心，倒是他的父亲我们应该提防，不过在这孔氏天族之内，他们估计也不敢再有什么动作，所以至少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安心。楚风说道。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王强说道，正如你所想，接下来我们便要安心完成我们的大阵。楚风说道。而此话说完之际，楚风的嘴角久违的扬起了一抹期待的笑意，他期待的不仅是那座宝藏，还是那座大阵，毕竟那座大阵可是楚风身为界灵师以来所挑战的最难的也是最厉害的一座阵法，甚至在楚风看来那是一个超越了修为界限，毕竟那座阵法连真仙都能够躲避。很快的，孔氏天族便把楚风王强闭关的消息放了出去，当楚风与王强宣称闭关之后，尽管依然有人前来拜访，但也都被孔顺拒之门外，可是那些拜访之人都不想白走一趟，身份高贵之人便直接留在孔氏天族做客，身份稍微差一些没资格被孔氏天族留下做客的人便在孔氏天族外等候，等待楚风出关的消息。一时之间孔氏天族外
竟聚集了大批的人，这可是往常很难见到的景象。而只要想一想，这些人聚集于此，并非是冲着孔氏天族的名头，而是两个年轻小辈，便不免让人觉得楚枫与王强的影响力当真的是非同凡响。在此之前，能够让这么多前辈上门拜访的小辈，也唯有那位绝世奇才黎明公子一人了。至于楚枫与王强，在得以专心布置阵法之后，那布阵的速度的确增快了许多，只不过这阵法非常厉害，甚至可以瞒过真仙强者的感应，而越是厉害的阵法，付出的代价自然就越大。所以哪怕是楚枫与王强把这阵法布置完毕后，也是足足花了数日的功夫。不过好在他们终归还是大功告成了。此刻楚枫的手掌心漂浮着两个金灿灿的光芒体，那就像是两颗星辰，虽然体积很小，却蕴含着不可估算的能量。而这便是楚枫与王强二人合力辛辛苦苦了数个日夜而得到的成果。隐身必先阵，顾名思义，这座阵法加身，就算你在真仙面前行走，对方也不会有所察觉。就这么两个小东西竟然花费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看着楚枫手中的两个物体，王强也是感叹连连，毕竟这是连真仙都可以躲避的阵法，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一点。楚枫说道，那你说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东西卖出去，是不是会卖一个大价钱？王强笑嘻嘻地问道。这是自然，只是我们空口无凭，怕是没人会信，毕竟这阵法的功效着实有些超乎想象。楚枫说道，那只能说他们愚昧无知，如果这座隐身避仙阵他们都觉得是不可能的，那若是带我们成了蛇纹级仙袍界灵师，把那座藏仙阵布置出来，岂不是要把他们吓死？王强一脸期待地说道，他们乃是凯红大师传人，在凯红大师那里得到了很多厉害的阵法，而其中一座阵法名为藏仙阵，顾名思义，那藏仙阵布置出来，就算真仙强者踏入其中也要丧命，威力当真是极强。藏仙阵太难了，只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布置起来怕是会非常之难，耗费的时间难以估量，就算能够成功，但是威力也有会限制。楚枫说道，咱们三人联手，我觉得应该能行，况且我们要是真的布置出一座藏仙阵，那么日后在这百炼凡间，怕是没人再敢对咱们三个不敬了吧，到时候看谁还敢给咱们使脸色。王强一脸愤慨地说道，显然被人刁难的受气画面他还记在心中。在这百炼凡间，仙袍界灵师虽少，但也不是没有，可是能够把真仙斩杀的大阵，想必除了金河真仙还没有人能够布置得出，倘若我们真的能够布置出藏仙阵，定然可以惊动世人。楚枫说道，金河真仙有那么厉害能够布置的出藏仙阵？王强问道。我觉得他深不可测，他的实力可不是四座一等势力能够相比的，不过严格来说他也不是百炼凡界的人。楚枫说道，尽管只是一面之缘，可是他相信金河真仙的本事是很大，甚至楚枫觉得金河真仙的修为也未必只是真仙那么简单，毕竟金河真仙这个名字也只是外人给他起的，而不是他自己起的。当然在楚枫看来，那位布衣老僧也应该可以布置的出如藏仙阵甚至比藏仙阵更厉害的阵法，不过无论是金河真仙还是布衣老僧，就算能够布置的出那种阵法，他们应该也不会布置，毕竟他们的修为已经那么强大，根本无需阵法，只是凭借修为便足以斩杀真仙。但是看着手中这旋转阵法，楚枫的内心仍是激动的，谁让他不是真仙强者，却还只是一个半祖修为的弱者，怎么了？一直盯着这阵法做什么？忽然女王大人的声音响了起来，但在此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我能够布置得出这样厉害的阵法，我还只是半祖，但却能够躲过真仙的感应，看来界灵师的力量真的很强。楚枫对淡说道，界灵师当然厉害，修武者每个人都可以做，可是界灵师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界灵师本就该强于修武者才对。你之前没发觉界灵师的强大，那是因为你的境界太低，还有就是你所习得的阵法太弱，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在我的听闻中，界灵师的力量可是非常之强的，只要给予界灵师足够的时间，那么就算面对比他强上很多的修武高手，界灵师也不会惧怕。不过那等厉害的界灵师你还没有接触过，距离你太过遥远，我说再多你也未必能够理解，但是你只要想一想你的母亲，你应该能够体会到强大的界灵师到底具有怎样的力量。女王大人说道，我的母亲吗？楚枫心中一动，按照雪姬所说，他的母亲可是能够撕裂修罗灵界，直接从修罗灵界把界灵强行抓走的。而修罗灵界是什么地方？那可是七灵界之中最强的灵界，其中的界灵更是强大的，正因如此才凸显出了他母亲的强大。可是忽然之间，楚枫的双拳却是握紧了，虽然自己的母亲很强，这是楚枫从不怀疑的事情，可是楚枫却也不会忘记当初在对其父亲打探其母亲的时候，他父亲那凌厉的目光，那个目光透露出了一个信息，就是楚枫的母亲如今怕也是深陷困境，可是他的母亲已经那般强大，那么能够让他母亲陷入困境的又会是何等强大的存在？若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就算找到了他母亲又能如何？弱小，现在的他实在太过弱小。想到这里，楚枫那渴望变强的心情又变得迫切起来。我现在就去，楚枫说道。这么急？王强很是惊讶，随后劝道，你刚刚布完阵法，身体还很虚弱，现在去的话怕是不行。事不宜迟，我怕拖下去会有变化，更何况我现在的状态还尚且可以，应该应付得来，楚枫说道。那成，那咱们这就出发吧。王强说此话的时候便欲转身向外行去，兄弟怕是要我一个人去了。然而楚枫却伸手拦住了他。为啥？王强目露不解之色，这阵法只足够我一个人用的。楚枫看着手中的阵法说道，这不是两个吗？刚好你我同行啊。王强说道，兄弟难道你看不出这阵法我们虽然布置而出，可是持续的时间却非常之短吗？楚枫问道。这个
我还真没注意。王强说话间也开始用特殊手段打量起来，而这一看才发现楚枫说的很对，虽然他们这阵法凝聚成了两个，也就是说可以攻击两个人使用，可是这持续的时间当真是不长，也就是说此次探望宝藏只能一个人去，去的时候用一次，出来的时候用一次，否则是不行的。兄弟你一个人去？我真不放心，要不然咱们再布置一次阵法可好？王强说道。时间怕是来不及了，兄弟你还是留下吧，你留在这里若是真有什么事情你也好帮我挡一挡。楚枫说道。会出什么事情？王强问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要忘记我们之前与孔氏天族是实实在在发生了过节的，虽然可能性很小，但还是不能百分百的排除他们一定不会找我们麻烦。最重要的是那里既然有人看守，就算不是禁区应该也不是寻常的地方，我还不能确定我进入其中是否会触发一些机关或感应，万一我真的触发了什么，他们发现有人闯了进去然后怀疑到我们头上怎么办？楚枫说道。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好我留下。王强说道。兄弟留下可能更危险，切记若是可以还要保全自己为好，我那方面你不用惦念。楚枫拍着王强的肩膀说道。放心吧，我办事。你放心。王强呲着大嘴笑道。你办事我的确放心。楚枫也是会心一笑。决定之后，楚枫便拿出了一个特殊的盒子，他将两个阵法光球收起了一个，而另一个他用手一捏，那阵法光球便粉碎开来，化作了一片光华，最终贴附在了楚枫的身上。下一刻那光华消失了，而楚枫也随之消失了，不仅人消失了，气息也是消失的彻彻底底。忽然王强的目光变得越发明亮，散发出灵力之色，就仿佛能够洞穿一切。他仔细盯着眼前上下扫量，我擦，真的什么也看不出来，这阵法还真是神奇啊。王强兴奋地说道，因为他知道楚枫就站在他身前，所以特意用厉害的观察手段想要寻出破绽。然而结果显而易见，他所用的观察手段也是难以发现楚枫，这阵法果然奏效。兄弟那我便出发了。楚枫也是得意的一笑，说完此话他便径直地向大门行去。他并没有开门，因为这个阵法还有一个功效，那就是可以穿墙而过，哪怕是附有结界的墙壁，只要结界之力在这阵法之下，那楚枫依然可以穿过。而楚枫与王强联手布阵，努力了这么多天的成果，那绝对不是吃素的，所以楚枫这阵法的结界之力非常之强，除非是龙纹级仙袍界灵师的阵法，否则怕是没有结界能够挡得住楚枫。楚枫离开此处便狂奔了起来，此刻他不能运用武力，也不能运用结界之术，所以连御空飞行都不行。可是这阵法持续的时间有限，他又必须在阵法失效前进入他想进入的地方，所以便唯有狂奔了。此刻楚枫就像是一个丧失了修为的人，可是毕竟他是半祖强者，半祖强者的肉身本就非常强横，所以楚枫并非寻常人，自然的他的速度也是极快。楚枫一路狂奔，起初看到孔氏天族的人心中也会有所紧张，不过当确定对方的确看不到他后便渐渐放下心来。而孔氏天族之中几乎所有建筑都附有了结界，有些有守卫看守的关口，结界更是非同小可，但是哪怕孔氏天族能请来仙袍界灵师为他们布置这些结界，但却也无法阻拦楚枫。就这样楚枫一路畅通无阻，无视所有人，无视所有阻碍，最终成功到达了他想要进入的区域。那是一片浩瀚大山，四面八方都被封锁的大山，而这个大山之中不仅一个人都没有，就连一只妖兽也没有，同样的也没有参天的大树和奇异的花草，这里只有寻常的花草树木、寻常的大树，还有许久难见的野猴、野兔、野鹿等寻常的小动物，总之这里的一切都很寻常。楚枫就好像楚枫回到了九州大陆，回到了青州，回到了那个较为平凡的土地一般，但是楚枫却不敢大意，他能够感觉到这看似平常的大山里面一点都不平常，相反这里危机四伏。然而楚枫并不知道在孔氏天族的一座禁地之内有着一座古塔，这古塔内有着一座阵法，而当他踏入那大山的一刻，那阵法便产生了奇异的变化。